神秘雾气雕系列五。当代注释佛陀创始的神秘雾气雕，主要是雕刻玄妙神奇、变化穿梭奇特的石卦风光。为什么称之为神秘雾气雕呢？因为在石卦与石卦之间，一种祥雾缭绕的玄妙美韵，唯一是雕工和内明的正量展现，就成了这样上边大雾笼罩，下边没有雾气的神秘现象。难怪人们赞誉神秘雾气雕不仅是人类史上唯一有自然气体的艺术，更是超越大自然存在的绝世珍品。